从爱好到梦想，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我已经忘记自己练习的次数，也忘记经历过的那些心酸。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作品，也许过几年后我还会再次出作品。我希望中国花式篮球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花式篮球需要每一个人，需要努力的人，需要你们。只有这样义无反顾、无私的奉献，中国花式篮球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说这些东西不是证明我自己有多伟大，我只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更多的人，把精神传递下去，一代接着一代，这样子和谐，大家才会玩得越来越好。既然你选择了它，我觉得你就有必要把它做到最好，要不你当初就不要选择。现在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花式篮球的人以后能够上世界花式篮球的平台，能取得世界冠军这个成绩，让大家让世界认可中国花式篮球，改变中国历史，改变大家对中国的看法。即使我没有成功，我也希望在以后我工作的时候能看到一群热爱花式篮球、热